自2016年新管理层完成收购以来，成功将成立于2006年的 Blink Culture Inc. 更名为 Toga Limited。 Toga Limited 公司在美国内华达州注册，并于场外交易市场 OTC Market 挂牌上市，股票代码为 TOGL。 Toga Limited 的远景是2026年成为世界市值200强的纳斯达克公司之一，我们的使命则是打造亚洲首屈一指的互联网新经济生态圈，为个人和中小型企业开创创业平台，不断开发及提升新科技，以此造福人群。于2019年7月，我们荣誉推出了由 Toga Limited 自主研发、世界首个植入了 Toga 独家新技术 TRT 的超级应用程序 EPI。 EPI 是一款结合 TRT、通讯、动态消息等的应用程序，以供诸多新的内容创作者创业，借此进行贸易及无国界沟通等。截至2020年4月， EPI 已成功让超过20000个不同的内容创作者创造额外的新收入。此外， Togago.com 也是 Toga Limited 的产品之一，目前用户可在此随意预订超过50万家酒店和1000家航空公司，使出行变得更经济、实惠而简单。我们估计将在2020年6月推出另一个结合了线上及线下 TRT 技术的产品 Yostri 应用程序。 Toga Limited 于2017年正式进入亚洲市场，其亚太区总部设立于大马吉隆坡，目前已经在槟城、雅加达、胡志明等地设立分公司或研发中心，更在2019年正式迁入由我们自主的办公楼。本公司不断加强企业透明度与内部管理，以期达至国际标准，如于2018年6月获得了 ISO 9001认证。同时 Toga Limited 拥有卓越及有经验的管理团队。团队于2020年5月正式成立管理委员会，集体引领公司前进，期许达至永续经营。 Toga Limited 的核心价值观为 T Trustworthy 值得信赖， O Optimal 最优， G Growth 成长， A Audacity 胆识